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新的一期零度五万，我是零度。啊，今天有点小激动啊，毕竟还是第一次开箱金额这么大的福袋。没错，各位看到标题点进来的话，应该都知道了。这一期视频呢，就斥巨资啊，在某东买了一个1700多的 CMCN 福袋。哇，真的够大了。如果等一下开箱我血亏的话呢，各位麻烦给我点个赞回回血啊，真的是花了挺多钱的。好吧，那么现在来开箱吧。3、2、1，哎，这是一个 CCM 的盒子吗？哇、哦，各位小伙伴，你们说1700块钱买一个二手的 Kiwa 是血赚呢？还是血亏呢？反正我个人是觉得非常的亏啊。啊，看有没有电池啊，我们把玩一下。好像是没有电池的。其实那天在买的时候呢，我就已经知道这个结果了。你们想知道为什么吗？我给你们看一下，这是我那一天的这个购买记录啊，然后再给你们看一样东西。这一个呢是我那一天的这个菜鸟的记录，各位看到没有？这一位某东的商家，他是亲自去了咸鱼，然后收一条 Kiwa 的 CSM 给我，等于他这个中间商呢，差不多赚了我700块钱啊。真的，兄弟们，以后这个某东的福袋是真的不要买了。哎，好吧，现在来验一下这个音效吧，看看它有没有坏。先上这个电池啊。Kiwa 东。来个变身吧。把这腰带拆出来。哦，这个 Kiwa 是真的吃电池啊，我换一个好一点的电池。好的，现在换好了。可以可以可以，这个音效灯效还是没有问题的。哇，这个结果是真的很让人自闭啊，这一波真的是帮很多人试水啊，给个3连应该不过分吧。那么好的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，拜拜。真的绷不住了。